咱的目标，徛咧干好多是讲要做阿罗汉，啊，这是根本的出离心啊！你内心来的必须时时刻刻和你自由自在。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大地震动？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主观何故大地震动？尔时要上观四方时，见下方界有二十亿众生从地涌出，见上方界二万五千亿众生同时而生。持诸年少见世事已，白佛言：世尊，今出生者是何等人？佛言：汝等见此大众佛耶？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佛言：此众生出，唯汝徒伴。问言：世尊，此诸众生亦有死否？佛告年少：一切众生悉皆有死，此亦不免。持诸年少合掌向佛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更不能忍流转生死。佛告年少：汝等能起大精进否？年少白佛言：世尊，我等面见如来，耳闻如来说甘露法，见菩提萨多现大神力，见佛弟子诸声闻众集会于此。世尊，愿修精进，不能忍受生死流转。尔时要上菩提萨多及五百眷属以神通力永生虚空，伸出狮子、猛虎、白象，现大神通，于高山顶结跏趺坐，满二万由旬，化作十千亿日月。十诸年少白佛言：世尊，何故世间有此光明？尔时世尊告诸年少：善男子，汝等见此日月否耶？十诸年少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佛告年少：此是菩提萨多自身光明现作日月，是于众生为之说法，安乐利益一切天人，人中修行得此神通。持诸年少白佛言：世尊，愿说如此光明因缘。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善男子，汝见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否？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见。我有少疑，欲问如来，愿佛听取。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善男子，随汝意问，当为汝说，令汝欢喜。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之事，当为汝说。要上白佛言：世尊，我见如来有八万四千天子，
围绕恭敬，复有八万四千菩萨亦围绕恭敬，又见万二千亿诸龙围绕恭敬，复有万八千亿天神等围绕恭敬，复有二万五千亿诸恶鬼围绕。世尊，何因缘故有此众集？尔时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善男子，在此众集未欲听法，要上此诸众生今当被生死，今日当得住于实地，住实地已得离烦恼，得即灭佛法。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世尊，此诸众生杂业所生，如来云何尽此众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善男子，住经谛听，当为汝说。要上，此诸众生愚痴无智，不知解脱在于何处，多有年少诸众生等，今日当得法陀罗尼，得知一切法，得于实地，至实地已能作佛事，能转法轮，欲于法语，少无上佛法，安乐众生，天龙阿修罗乾闼婆恶鬼等，闻法欢喜，皆住实地，及大法鼓，吹大法锣，此年少等勤修行故，得此实地，今所得法如十方佛。尔时五千年少众生从座而起，白佛言：世尊，此身为重担，大可不畏，不知道已非道，我等犹如盲民之人，愿佛怜悯。我等劝请世尊，愿佛说法，我等身无智慧，不知法要，愿世尊为我等说法，令得远离生死之苦，所生之处愿见佛身。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与诸年少众生言：汝等时已，然后为汝演说正法。是诸年少欲要上言：我不是汝，汝为是谁？色相即灭，离三恶道不？如汝身相，离诸恶法，见汝掌中七宝庄严，身服宝衣，以功德具，我不知汝是何等人。我等不虚食，亦不虚饮，以食入身，甚可增物，变成屎尿，作血肉精皮。是故我等不虚食饮，不虚一切细软衣服，不虚臂印金串珍珠璎珞庄严身具，皆所不欲，以无常故。我等亦不顾惜生命，为离恶道，我等求于法师，为安乐天人，为求善知识，不求转轮圣王，以转轮王随主四方，不免磨灭。男女妻子不能随从，所有七宝亦不逐去，无量人众亦不随去，于四天下无复自在，一生为王，多见无常，作恶业故，多教唤地狱。七宝自在，游四天下，尽何所在？仁者，且听我等所说，速至佛所，佛观一切，引之如子。我等无父无母无兄弟亲族，一切皆无。佛为我父，如来是母。佛如日月，是人善道，于生死中能救众生，令不复生，诸烦恼何甚可怖畏？众生在中，烦恼飘溺，如来救之，令不复入。世尊怜悯，会说正法，是人无上菩提之处。我等不贪饮食，不欲世间富贵，不愿升天，不畏堕恶道，得人生矣。愿见世尊，众生短寿，流转无常，以恶业故，贪着五欲，不觉死至，
知死必至，亦不怖畏，不念生灭，不知细法，不修细业，不知即灭界，无名复心，生已归死，死已复生，心亦不生厌离之想，长夜受苦，鞭挞抓打，不生厌离，但起劫夺，受欲服苦，五服所系，本恶业故，命是欲灭，悲戚而言，谁救济我？一切悉与金银杂宝，身为奴仆，一切作使，我悉能为。王位自在，我悉不欲，不须财物，但求活命。如是仁者，我等不须饮食。诸王自在，实则上位，会归于死。天时甘露，亦归磨灭。种种百味，王所贪着，求食则无，饮食等味，我等不须。我等求闻正法，令得离苦，愿离爱福，诸劫烦恼，皈依世尊，愿离诸福。我等敬礼大仙、世尊，为诸众生，未知仁者名字何等，愿自说之。要上菩提萨多言：世界广博，众生名字宁可敬之。诸年少言：我等愿知仁者名字、甚深名字，愿为宣说。要上答言：我名要上，治众生病，药中最上。我今为汝等说，令离诸病，灭除一切世界病苦。世间贪为大病，能除灭之，称为大病。无智众生流转地狱、畜生、恶鬼，痴为大病，众生受苦，皆能灭除。诸年少言：闻此妙法，离诸苦难，凡夫无智，受诸苦恼。闻此净法，离诸恶业，离恶业故，无恶道位，速见如来，救一切病，医王施药，了治众苦。仁者，速去礼敬如来，以我等语向世尊说，世尊能除我等之病，灭烦恼火，欲火烧身，不能灭除，我等疾苦，愿佛怜悯。身为重担，甚可怖畏，三毒所压，不可得甚，去来常担，不能远离，不知死至，不生筋骨，不知解脱道，亦不知是解脱者，以愚痴意，自谓不死，见父母死，犹不生怖，诸业烦恼浊乱其心，受诸苦恼，云何而食？我等无名不心，有如是苦，大不重担，想行即受，痴爱无智，流转诸有，世间妄生，不是解脱。世人愚痴，欲与相汤，意以上浮，食以上味，耳听乐音，种种自娱，种种好色，要欲观之，一切好味，舌求贪食，细软之处，身欲着之，二生和合，痴心未乐，此生玩痴，何处有乐？着好履席，衣服饮食，无如之何？临终困滞，无有能救，自不能救，衣服之具，岂能救济？身在世间，持诸相马，常作恶业，不求解脱，自作教人，不知后报。我等前死有生，今生有死，忧悲苦恼。我具见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丧亡，悲哀忧愁苦恼，皆悉见之，诸行皆空。智者云何而生乐着？不求即灭法，不求离生死法，以贪复心，生在世时，不行不施，一切过中，不过贪心，着于是法，多作有行，不知修习禅定解脱之道，不知发大誓愿成无上道。佛
佛是父母，佛事是解脱道者，能欲利益众生愚痴，众生不知护法，发心愿求无上菩提，名为护法。一切行空，财物亦空，若观我空，不复受身。愿仁者怜悯，以我等语具象佛说，为诸菩提萨多故，诸菩萨法不应懈怠，勤修精进，舍恶行善。仁者，为我往至佛所，礼敬如来，作如是言：世尊知一切法，悉无有疑。恶魔眷属，佛已调伏。如来已能燃大法具，令众得乐。如是之法，能成佛者，我等未闻。仁者，速往佛所，为我等故。我等不见如来，犹未得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见此身已，然后得度。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欲诸年少，汝观上方有何等相？诸人闻已，观上方，见五百化佛，又见三千大台七宝严饰，七宝罗网已覆其上，如莲花叶出种种香。是诸众生问药上言：此诸花座是何等相？药上答言：此是汝座，速至佛所，礼敬如来。诸年少言：我等不知所行之路，不见如来，执意何方礼敬如来？药上告言：汝但礼敬如来世尊，如虚空城无有住处，如来亦如是。如来安住处如须弥山，如来等须弥山如大海水，三千世界为成数等十方菩萨欲求佛住，不知所在。十方诸菩提萨多但遥礼敬。诸年少言：愿人慈恩满我所愿，心欲见佛，清净礼敬。要上告言：如来不求香花，为众生作因，令离生死，恶魔眷属不共争论。皈依佛者，不入死门，速得法陀罗尼，发尽心愿，即得见佛。尔时世尊以迦陵频伽音悉然微笑，从其面门放八万四千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下至十八地狱，上至阿迦尼乍天，其光杂色，青黄赤白玻璃等色，如是等光从面门出，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欲思光者，一切众生皆得安乐。照世界已，还至佛所，绕佛七匝，从佛顶入。尔时，要上菩提萨多从座而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欲少问，若佛听者，乃敢发言。尔时世尊告要上言：善男子，随汝所问，如来为汝分别解说，令汝欢喜。要上白佛言：世尊，此三万亿年少欲听如来微妙身法，愿为说之。佛告要上：善男子，若闻如来身妙法者，当觉诸法得具足一切功德，日即得住于实地，能及大法鼓，见大法床。要上：汝见如是大台否耶？要上言：世尊，唯然已见。佛告要上：此诸年少今日得坐此台，证一切法，满足一切善根之法，今日当得及大法鼓，无量天人得闻法已，悉得利益；无量地狱众生得闻法已，得被恶道。说此语时，众中九千亿老众生得须陀洹果。要上：闻此法者，得离一切苦，具一切善法。要上：一切皆能成就佛身。要上：汝观四方诸大菩提萨多。
尔时要上即观四方，见东方界五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南方界六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西方界七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北方界八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下方界九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见上方界百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道已皆于佛前，在一面住。要上白佛言：世尊，于虚空中见黑色、黄色，是何等相？佛告要上：汝不知耶？要上白佛：唯佛如来能一切知。佛告要上：此时恶魔及诸眷属欲来至此。要上：汝欲见否？要上白佛言：世尊，我欲见之。佛令要上即见恶魔。要上见已，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恶魔至此？佛告要上：魔欲乱此法座。要上白佛言：世尊，此诸菩提萨多为观诸年少受位故来。要上：汝见此诸菩提萨多种种形色、种种相貌、种种力否？要上白佛言：世尊，唯然，我见百千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自在神通而来至此。尔时世尊说此法已，一切勇菩萨、要上菩萨、一切老少众生、一切天人世间、阿修罗、乾闼婆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僧伽乍惊。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6月27日，由赵旭法师创建并担任住持的多伦多灵岩山中华寺举行建寺十周年庆典活动。50多位来自大陆、台湾及美加等地的高僧大德，带领数百位寺中弟子展开多项同庆法会等活动。我们灵岩山的学长明心大法师，中华寺十周年暨全堂佛像圆满开光，上午9点30举行道场落成佛像开光大典。启建世界祈福保安大法会，专为回向果运昌盛、世界和平、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护法善信、阖家平安、事业如意。为利众生，悲心无尽，波腾行海，云布慈门。下午由海涛法师主法，在中华寺举办点灯、药供及施食法会，愿以慈悲法语润泽大地寒灵，恒河沙数恶鬼有情得开咽喉，熄灭火烧之苦，随意自在享受真修妙药，寻法功德，超脱生死束缚。所以我从今天要麻烦各位一点点米饭，以后各位只要吃饭一定有饭或一条面，用个瓶盖或卫生纸放一点点，嗡啊嗡嗡啊嗡，然后拿出去外面，好不好啊？慈悲，好不好啊？不要忘记明朝四大师紫伯大师，紫伯大师每天要吃饭，一定会上供下施。有一天呢，太饿了，忘了，
他就那顿饭不吃了，下来告诉他的侍者拿个棍子打我屁股40下，让我永远记得。众生苦啊，怎么可以忘了？只能我吃饭干什么啊？所以各位，那些恶鬼道的苦，如果你知道，你会哭死。170万年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一直在生病啊！鬼妈妈很可怜了、鬼妈妈有一种鬼，女鬼一天可以生500个小孩，因为鬼道的一天比人间的一天长很多。然后呢，生500个小孩不是一个人跟他生的，是500个鬼强奸他生的。那生出来以后，他因为很痛苦，然后他也知道这些小鬼都没得吃，然后他自己也没得吃，干脆又把500个小孩吃掉。然后明天又被强暴了，又生，千万不要做女鬼啊！啊，太可怜了。佛经有很多描述这些恶鬼道的故事，各位如果有一天愿意去看了、你会生起悲心的 所以特别我们汉传佛教，这是我们的精髓。慈悲施食法会中，海涛法师以大菩提心变化种种甘露饮食，衣服珍宝等愿意受用，甘露片洒普施一切无私孤魂恶鬼等幽冥有情，愿一切众生同种善根，共出生死苦海。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